我第二周肯定是不利的。他是不是坏人？如果我相信小曹他是错的话，那就是最坏的结果。就看他，其实其他人都不关键，小曹是最关键的。请翟宇和穆子阳前往事务所，选择要带进教室的物品。你别听错了，大哥。嗯。好，我的是这个。嗨嗨，你好，你好，随便坐，随便坐，随便坐。哎哎哎，位于我们班的种子选手，我最看好你们俩了。那必须的。这等我们的是吗？还记得就是大哥和你说要带你走向胜利吗？放心吧。好，那个你们先把书包卸下来吧，怪累的。给我没事没事，反正他们还得背走了，没事。啊，就算不检查书包也要留下。是吗？对。啊，就非得要拿我书包是吗？对，书包进来了就别想拿。你刚才都查的谁呀、查我方哥跟那个小周那组。就查了两组，咱们是第四组对吧？对，你们是第四组。我一开始准备去找那个我信任那个哥哥，然后让他跟你或者跟别人信任的人组队。嗯。结果他已经跟我方哥组队了。嗯。然后。所以你觉得他俩都不是好人？不，我觉得我方哥不是好人。是吧？我也是这么觉得的，真的。所以我就没让他们过。然后我月初他们让过了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子琪那组是三本书一个零食，就看老岳那个是拿的什么进去了。对，老岳说拿的什么？对，老岳说他们拿了四本书，所以就是对真相大白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看最后的吧。啊、哦，对，我们是三书一食。三书一食。对，因为这个是最保险的，那就是七书两零食。嗯，过。好，那书包里所有物品都下一组还有吗？所以我们要进入教室。哎呀，信任，建立信任的桥梁，那必须的，小弟这把就带你。走向胜利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很稳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